我不想去幼儿园，我不想去。甜甜，快起来，新裙子都脏了。要不要不？甜甜乖，你要去幼儿园，妈妈就奖励你一块巧克力，好不好？一言为定，拿来。再多吃点甜食，等煞马生了病，我就可以吸收黑暗能量啦。草本仔，等等我！孙丽丽，快点啦，魔王又在捣乱呢。哎呀！啊！哎呀！彭院长，甜甜最近总哭闹，说嗓子不舒服。看来是甜食吃太多导致上火引起的咳嗽痰多，让我看看。果然又是魔王。罗琳琳，你来是要去找李时珍爷爷帮忙了。哎呀，嘿，罗琳琳百草仙境。收集了不少甜甜的花蜜，可以用来配舞了。嘿嘿嘿，先来尝一口。李时珍爷爷，不好了！哎呀！哎呀，还是这么鲁莽，怎么了？波灵灵，事情是这样的。原来如此，看来需要沙棘精华的帮助来对付魔王。沙棘有什么用呢？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，喜欢光照，大多生长在树林下。沙棘果营养丰富，对健脾养胃、止咳化痰、活血散瘀有一定的作用。沙棘果做成的果酱也很好吃。酷，我们这就去找沙棘精华。五零零，出发！《本草纲目》会指引你们，快去找到沙棘仔吧。可恶，没完没了的跟我作对，软软腰。大王，大王，我们去哪里呀？大王。您是不是想让人家给您唱歌了？这个给你。这是奖励吗？不，这是牙牙果，吃了它变哑巴，你就能给我安静点了。大王好坏呀！哎，饶了我吧，哭得比唱得更难听，快去阻止草本仔大妈。知道了。百味汤真好吃，可惜没有了。你们是谁？我玲玲，我是草本仔，想来借用沙棘精华。如果你们能采来百味果给我做百味汤，我就借给你们沙棘精华。酷，没问题，我们这就去。嘿嘿，接下来尝尝魔法增强糖的味道吧。让我来试试它的威力。那就是沙棘仔吧？切，看上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呀。叽里咕噜沙棘拳，嘿！这也太厉害了。与其强攻，不如智取。对，可以利用大王给我的牙牙果。看人家用牙牙果做成安静糖果，让你不能说话，看你怎么释放精华。太厉害了，我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拳术。小意思，吃了魔法增强糖果再念咒语就是这么厉害。好神奇啊，人家好羡慕。又没什么，我特别喜欢吃糖果，还收集了各种各样的奇异糖果呢。是吗？
不过有一种糖果你肯定没见过。是吗？在哪儿？在这儿。啊，不要吃，不要吃。啊，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味道很一般啊，有点儿吃了我的安静糖果，你休想发出声音。哎呦呦，念不出咒语就没法用拳术了吧。孤零零，我们找到百味果了。啊，是软软妖。讨厌，又来坏人家好事。孤零零，傻鸡仔，你没事吧？糟糕，软软妖让沙鸡仔发不出声音了。孤零零，仔仔我生气了。看来只有先打败软软妖才能恢复沙鸡仔的声音。啊，是糖果。现在哪有时间吃糖果。那个难道是哎呀，身体突然好重啊。你中了人家的重重魔法，身体比铅块还要重，这应该是最后一颗魔法增强糖果了。孤零零，仔仔来对付你。哼，你现在不是人家的对手。中了轻飘飘魔法，好好飘着吧。这是什么？孤零零，都是糖果。对了，软软妖吃了糖果变厉害了，没准儿这些糖果也有魔法。孤零零，脸上快吃下去，也许能解开你中的魔法呢。怎么回事？孤零零吃糖变成青蛙精。别过来，我也不想。咦，哈哈，你打不到我。孤零零，来，那个是跳跳糖。那这个是干嘛的呢？哎呀，沙鸡仔，我来救你。孤零零，糟糕。孤零零，沙鸡仔这些糖果可以当做工具来用吗？孤零零，仔仔来试试用这个对付软软妖。别追了，烦不烦呢？我也不想啊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总算不跳了。软软妖，你被粘住了。哼，就算这样，人家也能使用魔法。哎呦，你干什么？别转了，人家头好晕呐。哦，好机会，草根仔该超级组合登场了。百草金黄，为我左右。孤零零，草本精灵出击。两个还是四个？反而是两个。谢谢你们，我能说话了。孤零零，不客气。看来以后我要少吃糖果了，否则又被坏人利用了。酷，孤零零，魔王还在吸收黑暗能量，我们来完成配舞吧。时间紧迫，我们开始配舞。健康之源，孤零零，天人合一。要成功了！大王，人家又被打败了。什么？唱首歌安慰你吧。天哪，快让我晕过去吧。以后不要吃太多的糖了，容易上火，身体会不舒服的。我知道了，谢谢彭院长。哦耶！
来，凡凡宝贝儿，玩了半天口渴了吧？喝点水吧。水一点也不好喝，我不喝。不喜欢喝水吗？等身体出了问题，我就可以吸收黑暗能量了。水不好喝，我不喝。哎，妖精石，你每次招呼都不打就跑了，比曹芬仔还有个性。等等我！切，孤零零，谁在说仔仔坏话？天沙，等等我！彭院长，凡凡最近脾气很暴躁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刚才检查发现凡凡有口干、吞咽少的情况，看来啊是水分补充不足导致的。魔王又来作怪了，真可恶！孤零零，我们快去找李时珍爷爷。来，啪，好，孤零零，百草仙境。再有一位玉竹就好了。哇，怎么老是冒冒失失的？李时珍爷爷，魔王又在搞破坏呢。事情我知道了，对付魔王还需要一位玉竹精华，我这个酸梅汤啊也需要它。玉竹？没错，玉竹是多年生草本植物，耐寒，喜欢生长在阴暗潮湿的环境中。玉竹叶能生津止渴，和杨梅一起做成解暑佳品杨梅玉竹汤，那味道。李时珍爷爷又自我陶醉了。孤零零，我们去找玉竹精华吧。去吧，本草纲目会指引你们找到玉竹精华。还想和我过不去吗？软软腰，软软腰。哎呦，在呢，大王想人家了。不要恶心我，快帮我干件正事。要我帮你扇扇子，那要另算报酬的。想得美，这是变化树叶做的性格转换扇，扇一下能改变性格，用它去阻止草本仔。软软妹，你真可爱。还真管用，人家这么可爱，不给个大红包吗？好好，给给。人家去执行任务了。你早去早回啊。可恶，竟然用我的扇子来捉弄我，回来再收拾你。玉竹妹妹，可以把玉竹精华借给仔仔吗？哦，是草本仔啊，当然可以啊。好热，好渴。孤零零，那快点喝水吧。水多难喝呀，用这把扇子一扇就不渴了，是一个好心人送我的呢。哈哈，扇扇子也能解渴？你敢嘲笑我？没有啊，明明就有，还不承认？这都是人家的功劳呢，人家利用玉竹妹不爱喝水又要不渴的想法撒了个小谎，让她以为用性格变换扇扇一下就不渴了，结果是性格变得暴躁。一会儿趁乱拿到药精石，就能跟大王要更多奖励了呢。别跑，哎呀，疼死人家了。软软腰，又是你。
孤零零，玉竹妹变得暴躁是不是你害的？哼，人家可是做的好事，玉竹妹不知道多喜欢我送的扇子呢。原来是扇子的原因，糟糕，说漏嘴了。孤零零，仔仔去毁了他。人家才不会让你毁了他呢，看我的软趴趴魔法。好险，让人家再试试扇子的威力吧。孤零零，不好，可恶，碍事的草本仔。哎呀，这个阿姨好恐怖呀。啊啊，阿姨恐怖，人家明明是漂亮的大姐姐好不好。孤零零，玉竹妹的性格变胆小了，我觉得更像是诚实的性格。快点说我漂亮。哎呀，这扇子哪儿买的？这款式，这材质，真是漂亮吧？太没品味了！草本仔，我们要不要阻止软软妖再胡闹了？波灵灵，仔仔有个计划。酷，就这么办！气死人家了！软软妖，你是不是忘了我这个超级英雄的存在了？就凭你也想跟人家斗，看人家的厉害。来呀来呀，别跑，胆小鬼，站住。孤零零呀，扇子人家了。哈哈，扇子归我了，想拿到。孤零零，看我的。你也凉快一下吧。哎，软软妖变成了爱哭鬼，该超级组合登场了。百草精华，为我所用。孤零零，草本精灵出击！你们欺负人家！孤零零成功了，你们的计划太小儿科了。草本仔，我可不喜欢玉竹妹妹现在这种刻薄的性格。快让它恢复正常吧。孤零零，这好像是变化树的叶子做的啊，我知道方法了。我要用它的碎片做成性格恢复水。这水看起来很难喝。你不敢喝吧？哼，谁怕谁。果然超难喝。真的很难喝吗？很好喝。万岁，恢复正常了。刚才谢谢你们，都怪我不爱喝水，才让软软妖钻了空子。孤零零，不客气。魔王还在吸收黑暗能量，我们快配伍阻止他吧。好，药食同源，健康之源。又失败了。大王太对了。别哭了，好难听啊。我果然被大王讨厌了。别哭了别哭了，我错了。认错要有诚意，红包没有啊。我该。天气热的时候要养成多喝水的习惯，有助于新陈代谢，不易上火，要记住。知道了。哦耶。